这个移民的问题，上一届有一个记者，美国记者提过问题，说我总有一天会要移民到美国去的。我说什么事都会发生，这件事情绝对不会发生。我要告诉你，我不是，我也不想当政治家，我也不想要什么的题，我不是讲好话。我要告诉你，这是我发自内心的话。如果我要生一千次的话，我也要生在中国；如果我要死一千次的话，我也希望死在中国。我为我是中国人而感到非常的自豪。我现在没有移民，我的儿子没有移民，我的老婆也没有移民，我的董事和我的董事没有一个移民的。当然我们没有规定不准移民，但是他们都是受我的这种情绪的干扰。谢谢你。